下一位，第三位是雅慧，恭喜雅慧，2007年赢得才华横溢初新秀最上镜女新秀奖后，正式签约新传媒，代表作品就包括了118、前来运转、操控等，这也是她第七座十大最受欢迎女艺人奖，恭喜雅慧。谢谢颁奖人，谢谢主持人。哇哦，今年站在这里的感受真的跟以往很不同。谢谢 Team 雅慧，谢谢为我投票的朋友们。我本来以为我也会一直演到老的，虽然我离开了新传媒，但我要感谢他们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平台，可以去表演，去学习不同的东西。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，因为我还是很热爱演戏。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跟向云姐一样，丽珍姐、树成大哥跟你们一样演到不是老，不是老，演到深入民心，演到让每个人记住你的作品。谢谢大家，除了谢谢还是谢谢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